假如我不是张艺兴。这个问题很有发挥空间。假如我懂得功夫，假如我穿越时空，假如我成为人父，这些自我催眠让我体会不同的角色。假如我没有成为艺人，在国外受训遇到困难时有思考过退路。我喜欢音乐，不当艺人也会去当老师。我生于旋律之中，不当幕前我也要做幕后之作。成为什么也好，有些事情总不会变的。真诚、低调、礼貌，我就是张艺兴。